Ella 陈嘉桦日前在社交媒体上疯狂写下13个养字，并晒出三张触目惊心的照片，让粉丝们直呼好心疼。Ella 前17日在 IG 一连写下13个养字，并放上三张双脚的照片，可见原本白嫩的脚上，从脚踝、脚背到脚后跟，全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红色点点，令人看了全身发痒。他在文中也接原因，崩溃直呼草地有跳蚤，并询问网友要擦什么药。据三立新闻网报道， Ella 年假过后就立即下高雄赶拍电影超级玛丽，脚上的红豆冰就是因为连日拍摄外景时被跳蚤咬所致。18日 Ella 的老公兼经纪人赖姐夫也回应 Ella 脚被咬伤的状况，表示已经好转，有去看医生拿药了，也有比较好了，谢谢大家的关心。